近日，被传回家8月20日朱元杰生产的郭晶晶一直未有动向，但霍家第四代首位长子还未面世，其真容照片已被叫价100万港元，而且还在不断飙涨。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男孙还带旺了母亲郭晶晶，还未产子的郭晶晶已获得霍家送赠市值超过2亿元的独立房产做奖励。除此以外，早在怀胎7月的时候，郭晶晶已获家族基金拨出1亿奖赏作为宝宝教育基金之用。现年32岁的郭晶晶曾为跳水运动员，积累的伤患相比不少，但其在刚嫁入霍家之时曾放言要以婆婆朱玲玲为目标，表示即便年纪不轻仍要生够3个才收工。如今生产第一个金伯乐便得霍家欢喜，自己更获重赏，难怪郭晶晶斗志十足。凤凰视频整理报道。